是小苏，现在我们已经平安到达县城了。来的是李景春，马后开的。咋会又是来？这输液都得还卖了输液。老惯了。对。八十天了，赶紧去敲闸，那会儿都成了熟人了。都枯萎了，肯定都枯萎了。嗯，一直没有浇水，肯定。你滴着手，能滴着最轻的东西吧？嗯。滴着爸爸这双鞋，这是最轻的。我还想什么？我看会不会在地上抹了？哎呀，背着书包，书包就够了。你在脚底下弄吗？脚一会儿就下了吧，抱着地下都可都滴了。脚我滴了。对着花没眼睛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咋坏弄都还光秃秃的。问题是被人睡觉了。嗯咱俩电动车估计亏了电了，半十多天还没充电。是啊，那肯定了，半十多天了，肯定没电了。快点儿，金，他都哭了，我的天呀！这会儿真是冻死了啊！成了标本了，又不会浇花了，现在这边竟然没死哈，中了没死？虎皮兰竟然没死，哪里？没瞧着虎皮兰还好生生的？我天！哟，这就这一份活没死吧？还好生生的，半儿天啊，也是因为你整个玩意儿。嗯，他不是他哪也哈不到，你瞧绿萝全部死了，没丢药。成了标本了，你瞧。我瞧这样的，哎呀，这萝也不中了，这萝主角中了，主角富贵这什么？这萝肯定不中了，没想想半儿天了。水呀，你瞧水给加栽上了，那没了一层水了，都死了，全部了。我想想不到，这是这性命可真顽强，你瞧这都半儿天，你竟然又长成新人了。就是那哈着，你赶紧叫叫吧，都回去了。那时候会，一次都会。我妈试试点石肯定会养呀。你赶紧是不是的？还要是住个镇子都扫除了。你到晚高了开点石儿。不是都不会开的。我吃点没开呀，爸爸家没开点。我回家前都把所有的点都关了。比我想象中神秘的晚安，瞧瞧。我想象他已经都成了干人了，没想到还有亲的。我就说也活不了了。嗯，下不得滑了。早上你下丢了真些坑子，大家就看不坑子呆。这干好就够咋吃了，我觉得。对。还有几会儿的？就这一会儿了哈，几会儿了哈，都耍都发了人了。那就完了，闹回吃了了，哎。不是一回想到正常时间了。是。然后放这里头。我这也不能吃了。我刷了养了刷面。嗯，你刷废物利用了。那儿都会。干嘛？那儿都会。爸爸。No。呀，这回应强人，多有植物这生命力也是强的。嗯，超乎想象。真是超乎想象，唯有这绿萝不比赖啊。没想到这电视还真能抢。那电视肯定能抢。会起死回生，啊，起死回生了哈，好好盆地，我住那都扔了，这土能掉呀？那还不干净啊？不是不干净了，就待了绿叶儿，它就很好挥霍了。过两天它就好了。希望吧。不是希望，这是肯定挥霍。你心疼这些会儿啊，都比心疼俺都暖，赶紧去做些啥发家都吃吧。哎，你就不会去做些啥玩意儿？这仅有的说一二三四五，我了。我想想都觉得头疼，倒扫卫生都不知道咋的，倒了几天。倒扫几天，就还想睡觉嘞。来，瞧这牛奶过期。还要泡吗呀？过期了。10月15，马上就过期了，还有几天时间。那赶紧喝了嘞，脚背。赶紧喝了。下脚都喝。有人一天还撒他，不中还死他了。有人喝了，不是可怜，真想吓孩子。妈妈，这哪也可怜。他给他